靠什么？刚刚他银行卡前面扣，他又是我偷花了。快看看视频扫点支付的时候，谁是他的卡？这次真没有。这下看你怎么狡辩？难道这世界上还有第三张脸能刷我的卡吗？姐，我刚刷脸支付付成功，但是没扣款，是不是诈骗了？老公，对不起。咱们只要不说话，老爸和小姨夫肯定分不清。老婆，你玩消消乐呢？你怎么一下就认出来了？你出门前洗澡用的是我送你的独特爱玲贿赂，迷人的玫瑰花香气让我想起了我们初次约会。你依靠在窗前，我瞬间被你温柔高贵的气质吸引。可乐还在这呢。姐夫，我刚刚可是一下就认出我老婆了，你该不会认不出来吧？怎么可能？我老婆不就是她？你确定吗？你啊，是她，肯定是，百分百是。爸，我是可乐。